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，休息十分钟。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，休息十分钟，谢谢。今天是2月10号，也是施政报告第一天，但是过去我们一而再、一而三要求，今天施政报告之前，行政部门应该做好准备，来先针对。陈其迈找上了背书，